来个黑鲍鱼啊。吃这个鲍鱼哈，就是把它那个里面的内脏也再拿出来啊，别的都能吃。今天教大家一下，哎呦哎呦，后面这个内脏啊，这个内脏一定要把它拿掉。就这个不能吃，别的都能吃。鲍鱼的肉哈，非常 Q 弹有嚼劲。来，媳妇来。想吃海鲜的朋友啊，给个双击支持一下，谢谢了。